偌大的娱乐圈里，明星们除了繁忙的工作外，在闲暇时间能玩会玩的不在少数。周杰伦就属于特会玩的男星，他不仅对电竞游戏热衷，对篮球也是十分痴迷。前段时间 NBA 决赛现场，林书豪还邀请周杰伦、昆凌来现场观战。平时周杰伦也会在社交平台晒运动照。6月19号，他就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和老婆昆凌一起打篮球的视频，而且还艾特昆凌的账号助威：“好球，今晚靠你了。”夫妻二人身穿运动衣在球场挥汗，周杰伦连续助攻昆凌三连中，昆凌则熟练运球跑位，双手投篮很精准，百发百中。看到老婆如此优秀，周杰伦还大夸昆凌是 MVP， 自己也在老婆面前大秀球技。两人在篮球场上大方撒狗粮秀恩爱，完了还不忘合影晒照。看到二人一起打篮球的甜蜜画面，网友都直呼酸了酸了，真的太甜了。这大概是所有的男孩子都希望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打篮球的样子吧。如此有爱的一对夫妻，你们喜欢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